都说人送家，却困在原地。多少人活着，却如同死去。多少人爱着，却好似分离。多少人笑着，却满含泪滴。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，才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。是否找个借口继续撒谎，或是展翅高飞，保持愤怒，我该如何存在？王鹏 ，Welcome to Sydney。悉尼欢迎你。王鹏 ，Welcome to Sydney。悉尼欢迎你。王鹏 ，Welcome to Sydney。悉尼欢迎你哦。王鹏 ，Welcome to Sydney。悉尼欢迎你。汪峰 ，Welcome to Sydney，Sydney 欢迎你。大家好，我是艺图传媒董事长 Steven， 我是黄耳集团首席执行官 Alex。在此祝愿风暴来临，汪峰悉尼演唱会圆满成功。汪峰。